食飽飯咧，就落嚟呢個興中廣場呢邊咧行下先。咁啊，見到啦，小朋友、大人咁啊喺度玩緊呢啲噗噗車。係啦，咁啊後邊咧就有好多咧奶茶鋪嘅，咁亦都係我嘅最愛嚟嘅飲奶茶係。咁我哋而家咧喺條步行街裏邊周圍行啦，睇下你感受一下中山嘅夜生活係點樣。如果想得到大灣區超抵筍盤獨家優惠價，同埋想了解翻灣區生活嘅一手資訊，點擊訂閱我哋 V 加物業聯展中心嘅 YouTube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側邊嘅鐘仔，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啦。有个旗杆呢个夜游船啦，我都几中意出嚟饮下酒啊！有广州嘅北京龙文化博物馆噶，香山公会嘅历史啦，好得意啊！有个旗杆呢个夜游船啦，今日睇翻嗰边啦，摩天轮啦，咁啊啱晒啲情侣夜晚黑食完饭落嚟拍下拖仔，咁啊拖下手仔咁样，系咪？同埋咧呢度咧全部都系酒吧街嚟，咁啊我都几中意出嚟饮下酒咁样嘅，有啲似咧广州嘅沙面嗰度咧长堤啊嗰啲地方咧酒吧街，行完江边啦。行到过嚟呢个兴中广唔系中天广场啦，咁啊嗰度全部都食嘢多噶啦。咁啊而家都差唔多十点咯，啲商场都差唔多要闩门啦。对面就系步行街，我哋睇下过去行下。瞧一瞧，不要徘徊，不要犹豫，徘徊犹豫等于白来。我哋嚟到呢度。我感觉自己去咗广州嘅北京路啊，全部都系骑楼嘅风格咧。系啦，咁啊行下先周围。你一咁夜嚟到咧，差唔多十点咧，条街开始冇乜人，非常之好行。十九、廿九、三十九，仲平过你喺淘宝买。啊，发觉咧好得意啊！啲卖珠宝嗰啲咧都系姓周噶，其实佢哋系咪有亲戚关系啊？成日喺度谂。已经 很多年历史的了。哎，原来这里有个文化博物馆的，不过呢我们今天太晚来到了都没得看了。可以听说啊，在其他同行的频道呢说这间酒店呢是很多年的历史了，具体几年我都不记得了，不过呢应该可能一百年都有。
咁啊，呢度講翻個香山公會嘅歷史啦。2012年4月，真係好似北京路喎呢度，但啲嘢比北京路平喎。也都有啲似上下，其實似上下九，仲似上下九咯，覺得係。哇！呢度可以啊，街頭食到落街尾啊！我啊最中意食嘢嘅，一辣都係買小食嘅。哇！睇下呢間嘢，睇間老北京布鞋。好得意啊！两个什么？像眼睛的。哪里啊？绿色光。哦，个钟楼哎哟。什么地方？不知道哎。上面真的有人住喎，應該。沒有吧？冇乜。哦，嗱，啱啱仲話咧，唔知道有冇人住啊嘛？呢度睇到啦，好明顯就係有人住噶啦。呢啲樓咧，歷史建築嚟噶啦，分分鐘咧，真係咧，60-70年樓齡都有嘅呢啲。啊，我中意睇啲古建築啊，代表住一個城市啲歷史咁樣咧。咁啊。條步行街都行咗一大半啦，咁啊，而家咁夜啦，開始人就越嚟越少啦，已經。哇、啊！夾公仔啊，好多。睇嚟中咗獎喎，好興奮喎，裏邊啲人。鄉村屋，好啦，差唔多行曬啦。燒烤，冇啦，出口啦，冇啦。好的。咁喺个步行街咧，行到最尾嘅地方咧，转出嚟咧，就是一个中山公园啦。不过今日时间唔够啦，咁啊时间都晏啦，咁我哋睇下听日再搵时间再嚟过。